维生素 D 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正受到科学的探讨。维生素 D 不仅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，还在调节心血管系统方面发挥作用。研究表明，维生素 D 的充足水平可能对血压产生有益影响。维生素 D 通过影响肾素、血管紧张素、醛固酮系统和一氧化氮的生成，可能调节血管松弛。一些研究发现，维生素 D 水平较低与较高的血压相关，但这种关系的确切性质和机制仍在研究中。通过阳光、饮食或补充剂维持适当的维生素 D 水平，可能有益于心血管健康。然而，鉴于影响高血压的因素复杂，包括基因、生活方式和饮食，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获得个性化建议至关重要。